因阿嬷心目中最爱听伊唱歌迄个对象，就是咱的爸爸老大嘞。我会当甲我囡仔，作为替我上亲的妈妈，做一个七十岁的生日，我真正是足欢喜。我等一天吼，等几落年啊？今仔总算实现啦！这吼嘛是阿母上想要收到的礼物，对吧？加油加油！嗯，我要唱歌哦！有人送你礼物哎！你记得谁问我下去？你唔办过？亚洲人家。我唔办。是不是烧酒一滴滴，咱的感情才会深？朋友啊，哪会安尼？老师，你冲！我在你后底，开门啦！高宇飞，我在你嘛在内底，今仔开门有听到无？开门！阿姐，是要怎？后摆一定给我绑皮啦！后边啊，那位后边有事，进来进来。哎，你敢拜托无？行到这现的，唔知啦，抓准你是来这做歹代志，结果嘞，替恁老母欠足生日啦，笑死！阿姨，啊，阮家是欠你钱哦，你敢有需要亲像鬼怕着同款，安尼一直弄阮家？这凭什么？就凭阮阿甲阮全家伫咧内底。哎呦，家水，过来，我领你入来，好，来。爸，恭喜哦，生日快乐！哼，无人请，家己来，要哪会快乐啦？哈？对啊，搁伫这个时间呢，啊，唔知影吼，是要看菜色，是要看病情？对对啦，有啥代志哦，咱等下再讲，好。不管安怎讲哦，今年敢若做这场的生日啦，啊，我这个正港的新妇，总袂用啥物表示着无？放这个真新妇伫咧无闲，安尼我会歹势呢。对对，今日妈七十大寿哦，你是不能我袂来呢，啊？安怎？你甲大家约好啊，偷偷感觉过生日，无骗我一个。妈，无即款代志啦，对不起。你会想我等你过来耍。小红，这是我去申请注册九宫的商标。无啊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妈，等一下家里豆豆给你解释啦。啊，我就简单讲，我把九峰的商标申请注册下来，也就是讲以后恁袂用得用这两个字，啊，搁有恁的看板都要贴下来。啊，若无时间，我是用得去告恁侵权哦。